行。你已经开始了，天哪，救着。你这都，我这已经都播出去了呀，兄弟啊。战友战友锅第一啊，第二是啊他们弟弟啊虎啸东方啊，这个文普啊，林正日和啊 Lam 啊，三千 My God 啊 Kate 啊。别在我前面放那么多这个水好不好？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啊，不是我这播出去这个效果咋样啊？你这个你还是不够清晰啊，我觉得。还可以。是吧？我觉得咱这个摄像机还是没整明白，旧装同志。我觉得你没整明白，这个对比度锐度还是不对。是吧？就你那块是真的，这是假的。这是假的。啊，你把那个刚才那几个这个先贴吧，咱先看看。好，贴川普总统的。对呀，川普总统的，好不好？啊。很好，很好吗？蓝莲花，文蓝啊，文辉啊，啊，文辉 ，God's wish 啊，荒漠甘泉，臭豆腐啊，文能 ，Great。啊，不挠，大家看到川普总统现在发的这个信息啊，大家我相信都看到了吧啊，习近平啊，还有这个美联储是美国的敌人啊，是美国的敌人啊，五毛和黑控剑心蓝莲花啊，8088机器猫文贵先生好啊，谢谢。这个声音如何呀？激动的茶水饭菜不香，欠薪楚风啊，雨儿，最近都看陆江潭了，都不看文贵了啊。现在有陆江，我省大心了，我就不管了。因为他们俩在那块儿喊，我就干别的事儿去了啊。我最希望有一天我能退隐江湖，越快越好。由陆江这样的人去开始传达这个信息就中了啊。大家看到川普总统这个发推了啊，还有这个过去24小时发生的事情啊，声音不错啊，冠军的亲爹啊，文成成啊，未央啊，文辉声音不错哦啊，太阳风啊，今天没有三个人，那天是同声翻译加上班农先生啊，所以说每次班农先生吧要参与直播，他都4次以上要求我才答应的，我都不愿意让他参加直播啊。哎呀，他要联播，你问旧庄先生，他要在外地要联播呀、啊，这个最起码几十次被我们给黑，就拒绝掉了，太麻烦啊！就我一个人在这讲的是挺好啊，挺好啊。另外一个那个，我们把老姜的推文给弄上来啊，老姜的推文，刚才川普总统的推文你没链接过来，那个旧庄同志，你刚才的不是推文，你链接是报纸，我要他推文，对这个对了。对了啊，大家看一看啊，啊，你这是这个，你这个翻译的是这个电脑翻译。再往下一个，下一个，啊，你看看啊，所有从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交付的粉黛尼每年能杀死10万美国人啊，已经杀死了啊。习主席说会停止，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过去2年半的增长，我们的经济规模远大于中国。会，哎呀，不是这老人家说的有点这个车轱辘话。所有的到美国来的芬太尼，能把美国的所有男人杀死3回，能女人能杀死2回到5回啊，这不是开玩笑的。芬太尼是共产党啊，在2年前，我和比尔盖茨先生在这个华盛顿直播的那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共产党的3BGY 计划和3F 计划是一个国家集权，要搞弱美国、搞乱美国、搞死美国的计划啊！现在美国人还天天在念叨呢，你都死了多少人了
啊，你都死了多少人了，现在才明白美国人反应的太慢了啊！现在大家知道那是恐怖主义组织，叫共产党，它不代表中国人民啊。所以说战友们，所以说你看旧庄，咱们的说咱们的官媒体没有，这很多战友没有收到通知，没有收到通知说在直播，知道了吗？这个我这里管不了啊。是啊，那 Rush 这，所以说大家看这个粉泰尼的事情啊，我想给大家报告一下，我最近和美国的很多的机构人员接触的时候，他们在问我，你怎么看待这个芬太尼的事情？还有你这些报告当中，你最后给我们简单的陈述一下啊！我说实话，过去两年我陈述的够多了。当他们再让我陈述的时候，我心里很不耐烦，啊，我非常不耐烦。我就最简单的话告诉他们，我说非常简单啊，就咱俩现在坐在对面，我打不过你，你拳头硬，你钱多，全世界都相信你。我说我怎么弄死你？我想办法，我得给你下点毒。我下毒怎么下？啊，我得首先我得让你开打开你家的大门，打开你家大门怎么办？你给我签个叫 WTO 贸易协议，啊，然后我要给你喊着美国是中美人民友好，我说咱哥俩好，哥俩好，然后在你家打开门，咱俩签协议了，我跟你友好做生意，然后呢把你们家里边看门的保安。啊，把你们家里边那个管你验毒的人全都给行贿了，贿赂了，然后长驱直入进你家了，要死你的孙子、重孙子、孩子，包括你正在怀孕的孕妇，啊，然后呢，你们家不照你家都死，先慢慢死，死上两三个。那美国人，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哎呀，这太吓人了。哎，我说你几个孩子？他我们家七个孩子。七个孩子是前妻啊，前妻留下仨，二妻带来四个。美国人特别喜欢搭伙，我觉得我们身边人一问离过婚啊，很多人一半以上离过婚，然后一问这个孩子是都是前妻带来或前夫带来的，人家这个文化很包容，七个孩子啊，我说你们这是凑合制、合伙制，合伙制也得被共产党给灭了。就是咱俩现在我打不过你，我也弄不过你，我也没你有钱，我给你家下毒。这叫芬太尼，啊！我说芬太尼怎么来的？芬太尼是美国 MIT 试验室出来的，我去过几次那个实验室。这个教授回去了，是山东聊城人安兆祥啊。回去以后，这个小子就给当时的啊所谓的国安写报告，说芬太尼将是弱化美国。和给中国赚来大钱的一个国家战略计划，而且芬太尼能延伸出1000多种毒品，啊，这个人就是我们老家的深县老乡，啊，此人姓曹，姓曹啊啊，当时我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我给这人提供这人的绿卡，我提供了这个人的一些在 MIT 上学的信息和实验室的信息，啊，他的家人老婆就在美国。在哪里呢？在圣地亚哥。啊，然后美国领事大使馆还约谈了他，最后这人没支持住，这个人就到了南京，跟另外一个人姓曹的就开始合作生产芬太尼。这个工厂的背景是什么？大家要记住啊，过去是研究生化武器基地的南京。啊，芬太尼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美国来几乎是赚大钱，啊！美国人只有川普总统天天扯着嗓子喊：“芬太尼杀了我美国7万人，杀了我10万人。”啊，头两天美国移民局出来了，啊，缉毒署出来说，美国海关查处的芬太尼能把美国男人杀死3回，能把这个女人杀死2回到5回。但每年拿走多少钱你们知道吗？美国现在美国一说偷我的知识产权，到底是值3000亿5000亿啊，不知道，没法算啊。贸易顺差搞走我5000亿，这可以算。
货币贬值多少钱都算，你没法算。印了美钞多少钱没法算。葫芦岛印的美钞哪一年啊都能把美国人吓死了。啊，在东南亚，在东欧，在非洲，大量的美元现钞交易根本不中你美国的账。美国人真的搞不懂。所以这位美国朋友，我说你要代表美国，你能不能不要再问我这种无知的问题了？问了我两年了。啊，就像这些欺民贼一样啊，欺民贼所有人都反川普，所有人都恨川普，川普总统选举时候所有人都不支持川普，到现在拿着美国护照的这些欺民贼民运都在反川普。多简单的事儿，他为啥反川普啊？啊，我说你们就不去查去吗？卖芬太尼为啥呀？在中国生产芬太尼，抓住就直接枪毙了，没有宣判的。中国人有多少人是喝芬太尼呀？人家周永康、薄熙来，人家喝啥？人家是山上的啊，麻黄碱，纯天然的麻黄碱提炼的。啊，喝了纯天然的麻黄碱，那周永康啊，只要拉上窗帘，你喝着麻黄碱，纯天然的啊，叫什么玩意儿做出来的啊？据说。啊，连续性生活能达到3到4天，但如果你拉开窗帘一见光，瞬间没有，而验血还验不出来，人玩那个咋不卖给你美国人呢？都给你弄科学的，是你 MIT 办公室自己让中共的特务到这研究的，而且在十几年前就给你们说过，结果美国人就不在乎，官僚啊现在成了巨大的规模性的一个毒武器来毁灭美国，这不是核武器，这叫毒武器。现在麻黄碱第二个销售的地方什么？中东、伊朗、 UAE、 沙特、科威特，就是把那些皇亲贵族全都把你变成傻子，然后这油都别花钱了，签合同的时候最好是啊40美金一桶也好，60美金一桶也好，直接少掀个零，4美金一桶。啊，这不是开玩笑，共产党就这么想的，就这么干的。到了非洲就更不用提了，啊，那非洲的那麻黄碱是礼物，一端一盒一盒，还有精包版、什么5星版、7星版，大家没有看过麻黄碱被包装以后的毒品叫伟哥，什么壮阳药、女性壮阴药。啊，什么这个脑欢死啊，这么心欢死啊，是脑天堂啊，在非洲大肆流行，是礼物送出去，精包装，上面印着国旗国徽，还有81版、国安版、公安版，啊，所以说，习主席当时给川普总统说，哎，能停，这事能停，不干了，不卖了，停了吗？不能停。你开完他想杀了你，他怎么可能停啊？啊，然后咱是芬太尼说完了，对你的身体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不仅仅是核武器，芬太尼。第二条，经济，你给我加税是吧？啊，我不用别的，我把我货币贬值，这就我跟美国朋友说，这很简单。我上你们家去，我要买你台汽车，多少钱啊？10万美元，太贵了。美国人说你不买，买不买？不买，加1万美元，11万美元。中国咱们这个谁？共产党说，哎，还是太贵了，我加25。川普总统加了25，12万5，啊。结果中国说好，你加是吧？行，一扭头，下边按了个开关，把我的钱。啊，别过去的十万美元的价值直接印成20万美元，你还得赔我7万5，叫货币贬值。老子给你的钱是纸，12万5都不给你了。川普总统不高兴了，你货币操纵啊！川普总统说了，你看我本来跟你咱俩是说好的10万美元按美元结价，你的钱是这个6.8块。现在我一涨成12万5美元，这一个车，一个凯迪拉克，你吧唧把你钱变了，变成了可能是现在是7.14、7.13了，还喊着我们不可操纵货币，结果背后就印钞票，
川普的活了，货币操纵，你印假钞票吗？你给我的假钱吗？好，马上宣布，刚刚宣布了，中国我把你都卖给我东西加关税，5%到10%，什么概念？你到我这儿来的，你拿假钱我都不给你那么多。然后美国还有个美联储，美联储还老加息，一加息什么？就美国生产车的人借不起钱生产车了。你生产不了车了，你的原来10万美元的凯迪拉克成本可能是9万美元，你赚1万美元，现在是可能12万美元了，成本，因为利息高了，这种情况下没辙了啊！中国再给你加税，你不赔钱吗？美国不就完了吗？所以川普总统公布了啊，说什么？哎，这个没找到啊。这美国为此失去了几百万的工作机会，失掉工作。你们到美国的中部，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啊，就美国的很多中部的地方有一个镇子，就有很多的镇子，他要安那个卫星电视，15000美元安个卫星电视，整个镇子都可以看，大家都不对这个钱，到现在那个镇子上竟然没有卫星电视，90%的家里边，我告诉你家里边有空调的，他点不起空调，他用不起空调。大多数都是有宗教徒，天天在那块儿晚上念经，7、8点钟就睡觉，很多人都有病，啊，美国人可不想象你们都那么富裕，那也穷着呢，啊，那个地方，大家要看到的事情，失去了绝大多数工作机会的人都躲在了深山沟里面，这些工作都是被共产党给夺走的，不但如此，美国失去每年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人家研究的就精英硅谷甚至雅克的精英们搞的那些所有的技术产品，本来你中共的所有的任何一个产品，像华为5G研发费可能5年到10年你都拿不回来，这是为什么美国人现在通信商不愿意做 5G， 因为他拿不回来成本，但是人家是零成本几乎拿走了，或者极低的成本啊，结果是什么？这就是川普总统抱怨了，啊，汇率你操纵，产品你知识产权你是我的你不给我啊，你偷我的，然后你还卖给我毒品还要毒死我，哎，不算数不算数。这时候川普总统说了，因为啊这是少数人干的，习主席先生上过承诺了，毒品不卖了，货币不贬值，啊，我也不偷你的知识产权了，好好好。第四个，网络现在都知道啊。我把门关一下啊！我关一下门啊！旧装不关门就说话啊，就像这晚上这个睡觉不关门一样，不太安全啊。所以说，来了，现在是网络时代啊，啊，说这个网络时代涉及我的安全和隐私啊，这就像咱们家里的这密码箱。像咱们家里边大门的密码一样，你不能老上我家，老是打开我密码偷我家东西啊，看我们两口子在床上睡觉啊，我们两口子夫妻生活你老看不行啊，你还拿去威胁，你还搞蓝金黄。哎，放心放心，不再黑客了，孙立军同志已经跟你去谈了吗？不再黑了，黑什么黑呀，算了算了算了，保证不再黑客。结果郭文贵的代理律师代理律师咣叽，哎，旧庄找找我们的代理律师，原来那个，取消这个我代理的那个，做正聘那个有没有？你继续放川普总统的推文，旧庄，你别老看我，我太帅了，影响屏幕啊。好，结果是郭文贵的 Lady 妹失去控制，郭文贵的这个律师事务所500台电脑全部被黑客，然后告诉你，我就是代表共产党的。你马上宣布不代表郭文贵做正批，我把电脑还给你。这些人电脑连打开都打不开。这家律师事务所还代理了美国国家国防部和国家机构，有5000多个长久的客户，信息全部拿走。在白宫1000米的地方，距白宫和川普总统酒店相隔50米，疯狂吧？我的大楼在上星期。我那个大楼里边的整个通信全部被害瘫 ，worrisome， 到现在不能回来，到现在不能回来，黑客，你偷我的啊，继续偷，你骗我，
一个中国一个军人把美国价值几百亿美元的 F 三十五，啊，大运输机150，啊 ，F 十六战斗机通通偷走，判了6个月，荒唐啊！美国人太好偷，太好骗了。哎，哎，这个不算数，这个不算数啊。这个说放心，以后不再偷了，那是过去的事儿。最近说什么？咱们啊，有1000条理由，只能搞好关系，不会搞坏关系。咱们要开始建立叫中美战略对话，马阿拉哥会面，马阿拉哥见面了吗？中美战略对话，对的对的话，中方军事代表房峰辉负责中美军事对话，房峰辉要谈南海啊军事化，过去曾经给奥巴马总统承诺的不搞军事设施。现在那么多军事设施了，美国人很担心，美国人你得搬走，你不搬走我给你搬，哎，没事没事，咱好商量，房峰辉代表我来谈，谈谈的谈了10几个月，房峰辉被抓起来了。南海军事化从过去的桌子底下头两天布上了叫反导弹，反导导弹中国版的叫 NMD TMD， 啥叫 TMD 啊？中国简称的他奶奶的他妈的啊，那个叫恩妈的，这是什么？国家区域性的反导系统和国家啊全球反导系统，不让美国放，结果咱给放南海去了啊！哇，这个是这川普总统不高兴，你这不是骗我吗？你不是胡来吗？啊，不不不 ，G20 咱再谈 G20 说了好，你放心啊，这个南海的事我来办了啊。这个咱贸易谈判，你先停止加税90天啊，然后呢，我们现在买你农大豆、绿豆。谈了半天啊，川普总统宣布了，又来了90天谈判了。这样是，然后呢是什么？互相打电话，然后又出来个中山，然后上海西郊宾馆见面，当场拒绝，啊，你少来这套，啊，不跟你们谈。在这之前。谈的一个150页的，还有一个175页的两个协议，最后一分钟啊，说对不起了，哥们儿，你那个要开放互联网、结构改革、人权的问题，啊，包括中美联合执法、监督双方合同的问题，就这个合同得接受法律监督，我不干了。川普总统才是恼火了，恼火才加税，加税又来90天，90天又是上海见面，上海见面又开始谈完，然后再打电话。现在好了，老子开始来罚你750亿。全美国全西方觉得川普总统丢尽了脸，川普总统认为是这回老中医真是遇到了开偏方的了，被玩了，被耍了啊！就在这个期间发生了更多的事情啊！窃听文贵，文贵演这个小说啊，江湖乱说啊，咱说香港，咱忘了香港这一回了。在6月9号，突然间共产党提出来，因为香港政府林郑月娥提出啊，要干啥？看看啊，对了，先看这段啊，咱要先看看香港。2年前我说的啊，我说我的家人、我的同事被北京市公安局王岐山、孟建柱、孙立军的人带进去以后，多人女性、男性都被脱光验身，啊。好几个男性被人家用手指头啊，这个插到肛门里边验肛门，啊，大家任何一个成年人都知道，男人去验前列腺炎的时候，会有医生把手放到你肛门里边，啊，那个疼痛多难受啊，那难受死极了，我都不知道警察怎么还帮治前列腺呢，我从来没听说过啊，我在里边待没被验过肛门，没被验过前列腺。我们的男同事，我们的保卫队的人被押去了，就是100-200个人，很多人都被验了前列腺，啊，捅了肛门里去，一开始一个手指头，后来俩手指头，仨手指头，啊，很多女士被脱光了，啊，站在那儿那块儿，啊，连乳房都得捏，说你这乳房里边有没有其他金属物品，啊，在阴部拿手乱胡了，还要品头论足，一开始是女的。工作男的就进来了，那种眼神你想想那是什么感觉。我们其中一个女孩啊，是这个混血女孩，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妹，
我们盘古有一堆美女，盘古七星酒店美女太多了。你说跟他啥事儿？把他给叫去四五次，双胞胎站在那儿，脱光裸体了，开始把整个身体见一遍。同样给这位女士也开始验肛门。这个女同志没有前列腺，我记得是吧？你验女士肛门什么前列腺呢？我们有一个女孩被在一个审讯厅一个四合院里面，在旁边，当时车峰也关在那个院里面啊。我们的女孩都也听到了车峰的叫声。我们有四个员工高管都关在那个四合院里面，都关大概在一年左右。这个女孩在那个厅里边就站了将近一天，晕倒四五次。啊，其中另外一个女孩在回来的路上啊，警察试图要跟她发生关系，强奸她。最后这女孩坚决反对反抗。结果第二天他的爸爸妈妈又被抓起来了，说是你女儿涉嫌和郭文贵涉嫌黑社会绑架。这个女孩的爸爸妈妈也是教授，这女孩本身就是个助教。这都是我们员工发誓，我无法一一向大家说。我两年前说的话很多人以为我放狗屁呢。香港很多战友说，郭文贵先生不要那么夸张嘛，怎么可能嘛，现在发生在香港身上了。这位女士看来长得很漂亮，很年轻，被人家脱光了，然后要护阴部的时候拿笔把手打开，一打开门全是警察在外面站着呢。大家也能看到香港的钟先生进去，我给大家说过的，就是我们门口的旧庄的战友被电棒啊，五棒齐发啊，这俩啊，这是仨，这是四个，这是五个，五棒齐发，眼睛流泪而死啊。大家觉得我在开玩笑呢？看看香港的钟先生的待遇，看这个待遇，他们没犯任何法，他们没做任何事儿。如果现在还有人认为八月一号以后的香港全是香港警察在执法，那你就是愚蠢，愚蠢到可悲啊。香港事件一发生，川普总统发言了啊，这是香港的事情，香港暴乱啊，这是香港的内部事情啊，哦，这是香港的事儿，要能解决啊。这事如果香港的事情，穿习主席到香港去，那马上解决。如果习主席到香港去，十五分钟解决。如果我和你习主席愿意到香港去，马上解决。在就在说的这犹豫当中，从瓦斯催泪瓦斯布袋弹，从天空中往下射布袋弹，那是要杀人的。从100万人到200万人，170万人，从未停止过。然后说大陆这个武警深圳镇兵百万，镇兵几十万，然后后面有百万大军做支持，中央电视台和深圳电视台和中国的人民日报、环球时报都登出了威胁香港的所有的视频。香港人民没有任何恐惧，没任何害怕，全世界屏住呼吸，没人敢说话。折腾了两三个月了，香港人的意志，香港人的手法感动了全世界，才陆陆续续在美国，罗比欧先生第一站出来发言的，麦康奈尔先生，当然半东先生从头到尾都是支持的，庞皮奥先生，副总统彭斯先生，然后是欧洲议会，然后稀稀拉拉的这些国家领袖不要脸的出来了，来支持几句。香港人民太可怜了，香港是全世界的香港，加拿大有30万人，美国有10万人，英国有几十万人啊，见几个人说话了？日本有多少几万人，日本人说话了吗？敢说话吗？台湾更不要脸了，台湾的蔡英文简直是疯狂啊！收拾香港的目的，下个就收拾你台湾，唇亡齿寒。现在台湾做啥了？除了民间有点活动，台湾政府太弱了。台湾有事的时候，我建议没有多人站出说话。啊，台湾这次让所有的欧洲和美国的人告诉我说，台湾是让他们大失所望，而且他们认为台湾要有事的时候，台湾第一个就投降跪下来。所以很多美国人，很多欧洲的最近这几天见到我说，说蔡英文的表现和台湾政府的表现让全世界看到台湾有事儿，西方不能帮啊。就在昨天晚上，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将军说，我一直支持台湾，但是台湾在香港问题上的这种懦弱自私啊，他说我真的是
F16 这个卖 F16 在几个月前我就说过将有重大的武器出售对台湾啊，没有人在乎我说的话，我说过将重大行动， F16 折腾多少年这回折腾去了，但是美国这次看清楚了台湾的政治形态和政治生态的自私和那种小家子气啊，现在只有一个郭文贵在8月1号提出来解放军要戒严，要搞所谓的啊紧急状态，不就是要把香港给封杀吗？把香港人给消灭吗？大家看看徐燕将军，看看共产党所有讲的话，看看对香港的威胁，深圳和武警放出的短片，看看共产党中央电视台和环球时报放的短片，竟然有人说郭文贵代表习近平吓唬香港，你祖宗，我儿你88辈祖宗，你长点脑袋，我能威胁得了让香港人不上街吗？你看看那环球时报，你看看那深圳武警的电视片，那是什么？那叫害怕？能吓得住香港吗？有人想强奸你老母了，台湾那些媒体人士，我告诉你，人要强奸你老母了，我是吓唬你吗？你把你妈送去试试去。所以说台湾这些媒体没良知的，拿共产党那点钱，你真是坏了8辈良心呐、啊！这种谎言你都说得出来，这种谣你都敢造得出来，台湾还有什么救啊？台湾这些年被摁在地上轮奸强奸，那就是活该啊，活该！你看台湾的媒体有几个有骨头有良知的，凡是有点名气的，什么叫名嘴的，都给共产党舔人家的腚去了，都舔共产党的腚去了。你长点脑子，有点良知，有点起码常识，你让人家听着也算算，为什么台湾能出了这种奇葩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很多人说对台湾人，台湾政府对待香港的这次的危机所表现大失所望啊，大手，我们为台湾呼吁了那么2年，我们不要你钱，不要你名，我们也不在乎任何东西，但是香港台湾的政府和台湾的体制真的让人太失望了，台湾的媒体简直是啊，天底下最烂的最烂的媒体。你看看那叫什么陈文茜呢，还有什么的东森台呀、啊，还有什么中什么星啊，我瞪着眼胡说八道。千万别忘了，不管你台湾媒体哪家媒体，美国都有监控的。啊，美国非常清楚谁拿了共产党的钱，谁在共产党的大威胁，谁在助纣为虐。你会受到上天惩罚的，你在帮助共产党做大外宣，你把香港问题变成一个共产党的内斗，你就是别有用心。香港问题非常简单，共产党就是耍流氓，就是要抢夺香港的财富，就是要强奸和抢劫香港的未来，而且贼喊捉贼，说美国是黑手，美国能让你制造一个所谓的逃犯法律吗？美国能让你去放吹这瓦斯吗？美国人能安排你去黑社会打香港的孩子吗？美国人能安排警察去把人这女孩子全脱光了站在那儿吗？美国人让你拿电钮棒去电那些钟先生吗？王八蛋呐！你们撒谎撒到这种程度啊！这不是人畜不分了，你他妈啥都不是啊你啊！就这也有媒体敢说话，就这也有媒体敢担当啊！就像那个和平，叫和平王啊，19大修改宪法，这是中国机器人的体制。我的祖奶奶，我现在从那天起，我对和平彻底失望了啊！陈小平为了俩钱天天舔那个和平的腚啊，天天舔腚。哎呀，这玩意儿，哎，故作深沉，我们亲爱的小斑马，他真不是坏人啊！还在那说句话，你不就为了你那7万美元吗，小平啊？有点良知行不行？你也叫教授啊？和平的政治机器人啊，这所谓的自动机器人，这个说法，小平你难道不知道吗？他的钱是从哪来的？难道你不知道吗？啊，他在替共产党说话，你难道不知道吗？没有郭文贵，哪有你明镜的这个什么视频？明镜发展今天借着郭文贵，你们有了关注度，都快死亡个球的了。挑拨我们和博讯战，然后你再战博讯，你想一统江湖，
然后你就拿共产党的钱替共产党说话，你这是一，这不是 AC 和 DC 的电插头了，你这是多功能插头了，谁都可以插呀。啊，你和平，你说你的政治机器人论，还有你说共产党的体制，这共产党未来发展不可阻挡，共产党的经济不可阻挡，共产党内部团结，习近平伟大。美，刚才我说的卖毒品搞欺骗，在美国干的这一切事情，包括对香港，和平同志，你说过一句有良知的话吗？你从一开始你认为在香港都是香港人的错，香港人哪错了？你在香港弄那些假书造谣的书，养活了你几十年，和平才30年，你养活了你啊，你竟然对香港的有危难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话啊。所以说大家能看到啊，这个是和平的这种黑良心和陈小平的这种软骨头，如果再寄希望你所谓在海外有着高等教育的人和海外民运，那你就是真的是不是被驴踢了，是被驴耳了，你的脑子被驴耳了啊！你能杀出这种谎出来，郭文贵8月1号做了最大的贡献，提前告诉了香港人，告诉全世界共产党要玩黑的，而且是我说出他要穿着警服，是香港的香港警服和在大陆深圳的多少喷了香港的标志的警车，最后一一发生，就这你竟然在闷着良心说郭文贵在撒谎，在吓唬，是代表习近平吓唬香港人，我儿你88辈祖宗。竟然是这样了啊！现在什么都发生了吗？我们原来说香港自贸区协议会被停止，注意国待遇被取消，货币操纵国会被定位，人民币和港币啊一定会成为垃圾。郭文贵说了1年多了，现在大家看到了吗？人民币现在跌到什么程度了？我当时我第一个说人民币会变成垃圾，港币会变成垃圾。大家看一看，在美国。真正有地位的、有影响力的几个人，班农政治家，大家会看到，当时把班农说的狗屁不是的人，班农永远是记住，在美国他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政治和美国利益和美国平权主义的领导者和创始人。啊，你看看这个我们老江同志说了吧，人民币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要和哎，一会儿我再说这一段啊。再一个，我们现在看到。啊，亲爱的战友们，我们更核心的，除了和平所说的机器人之后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了美国今天所有的政治家对班农先生的看法。第二个经济领域，凯尔·巴斯，当年2008年那基金赚了天大钱的人，人家所有的做董事、做这个顾问的基金里边，那是多大的钱，上万亿的钱，啊，做空港币。啊，做空你人民币，啊，斯派丁将军，美国国家战略安全中心顾问，啊，罗比欧参议员，副总统，啊，彭斯，庞皮奥国务卿，啊，然后美国当前危机委员会，这都什么机构？现在哪一个机构敢说没有看过郭文贵的爆料？哪一个机构过去不是怀疑郭文贵的？哪一个机构今天现在不是按照我们的路子走的？啊，那些民运的这些王八蛋们，我们现在在白宫请愿网站上要把共产党列为恐怖组织，你没有一个人签名的。啊，你们真的是坏不坏？你们8辈良心呐！你把共你舔共产党的腚钩子，你就能活下去吗？啊，今天看到了美国总统号召美国人不要再跟中共做生意，甚至要撤出中共。接下来对人民币的美元脱钩和不允许再使用美元结算系统，和对港币的脱钩和把港币彻底灭掉，把香港彻底定为啊。美国要关注的危险区域，而且阻止美国投资，而且要立法。美港关系法一定会取消，香港自贸区协议一定会被取消，
香港的港币一定变成垃圾，人民币一定变成纸，比冥纸还便宜。信不信？深陷阳谷现大现啊，深陷阳谷现大现，再走走看。现在旧庄同志啊，把这个啊，你那会儿现在有什么 PPT 打出来？所以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现在回头看和平说过的话，看看博讯这些王八蛋说的话啊，再看看海外民运的表演的嘴脸，再看看台湾被蓝天皇的媒体，再看看现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坚决灭共的人，还有很多人挑战川普总统。我告诉大家，川普总统是上天派来就是灭共的，他自己都不一定知道，但从第一天我就说他就是要灭共的。川普总统当时，我不是马拉国会员的时候，我也跟他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他要选总统的时候，我加入的马拉国会员。后来听说他选总统的时候，他在旁边的人都感觉到是在老板就是玩玩啊。后来我说他要选一定会成功的。啊，我跟希拉里的最亲密的闺蜜两三个人是我几十年的好朋友，啊。都是说服我说这个希拉里赢，我说他一定不会赢的，啊，我最起码不下10次20次被邀请参加希拉里的活动，我通通拒绝。为什么？我相信天意，我也不了解希拉里，我也不了解川普总统，我相信天意，共产党一定会派来有几个人来收拾他灭了他，否则这天下大乱了，这就不是人间，这就连畜生的地狱都不如了。我相信川普总统是那人，而且我看了川普总统，包括川普总统的朋友过去书和他的视频，我很早都看过。啊，后来上天就让我跟他最重要的人班农先生认识，多少人想跟我认识啊？啊，多少我见班农的时候，多少所谓咱们中国朋友不让我跟班农接触，他完了，他在白宫这块儿臭了，在华尔街是完了，最大敌人，华盛顿最大敌人，不要跟他见面。我跟他见完面以后，很多华人所谓朋友亲密说：“文贵，不要沾他，不要惹他。”从未停止过，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跟班农先生在一起亲密作战。班农先生在很多方面我都没办法大家讲，在灭共问题上我们高度一致，我们心连着心。班农先生正在引领着世界的灭共的这个伟大的运动，这是为什么当年王岐山挺牛叉的，他发现了班农离开白宫要搞的平民运动对共产党将是重大打击重大威胁，所以用专机将江骚顿那哥们儿，原来这个高盛的主席，现在当白手套呢啊，把他给从这个香港的中信请去的演讲接到北京，跟王岐山对话几个小时，王岐山大喊大叫骂美国啊。那个时候王岐山还有习近平一说到川普，就把川普总统说的啥都不是。川普总统成天说习近平主席是他的朋友，习近平说了吧，川普总统从来不是我朋友。这是过去24小时最打川普脸的一个件事，叫川普总统实在受不了。习近平说，川普总统从来，哎，这个字幕啊，这个字幕要加为什么？旧庄啊。这个加一个这个字嘛，就习近平为什么说川普从来不是我的朋友？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天严重刺激川普总统，股票下跌，天天喊着习主席是我哥们儿啊，哥们儿，哥们儿。结果习近平说了，川普总统从来不是我朋友，这要马上要开 G7了。川普总统得多没面子啊！啊，但是习近平主席给了我们个礼物，这回成热闹了。嘣！现在是一个炸弹扔在了一个热水锅里面，这个热水里面还带着汽油的，嘣就炸了。川普总统就说了啊，
习近平和美联储是我们的敌人啊，美国企业不要在中国投资，不到香港投资，这是多大的事啊。要两年前郭文贵要说这话，那咱们欺民贼明月，你不得把你们家自己的八辈祖坟给扒了啊，你们不得挠自己的脸呢、啊、你们在那疯狂啊。这些民运们，你想想民运那些丑恶的嘴脸，过去两年的表现，还有那些人发过的所有的文章，还有所有的文章，你们自己吃了你自己造的屎吧。如果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还是什么叫吴碧莲呢，是吴碧莲那个女的叫什么，长得跟那什么似的，那个这个发的文章，共产党的经济会强大，美国什么也赢不了，还有什么胡平啊，还有什么陈军胡平啊，什么韦石啊，孟维参啊，熊宪平个垃圾啊，郭宝成那个烂人啊，还有什么李东，什么李伟东个烂人啊，什么滕彪这些烂人，你去看看，所有赞美共产党的话，你大爷的，你现在都是吃了去啊。当时王岐山旁边人给半农开什么价，你只要跟我们合作，那一年叫你赚10亿美元20亿美元跟玩似的啊。半农也爱钱，他咋不爱钱呢，哪有不爱钱的人呢，但是他在钱面前他知道这钱不能要啊。所以说跟真的美国人比，很多具体中你觉得美国人太贪财了，太小气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从台湾的政治家和香港的运动能看出来，我们中国人这些年被共产党的文化、现实文化、流氓文化影响的，我们可能是世界最贪婪的，最在钱面前是没有红线的，我们可能为了钱真的是祖宗八辈不要，什么道德信仰都可以不要，更没有法律的顾忌。班农先生就是个例子，他也很爱钱，也很讲究，但是你王岐山，你说一年我赚个10亿-20亿美元，知道就是闭嘴，不而要支持中共，可能吗？班农在这事上是有底线的啊。这就为什么头两天在纽约的五十个大咖的会，王岐山的哥们也来了，大家很明确，你们再跟共产党玩，再跟王岐山玩啊，那就是美国的敌人啊，他们要弄死我们，你还跟他投资，你还在说的话啊，用王岐山的话说，你丫听的不想混了吧啊。但是美国比较文明，那你要面对法律制裁香港问题，你们就看明白了。据我听说啊，特别牛的人在会上说，香港问题你们看明白什么事吗？共产党他们就比黑社会还压进去一流氓，这都是中共控制的。然后说出了我们的情报掌握，派了多少人进香港，多少警察进香港，多少人以游客身份进香港，黑社会拿了多少钱啊，而且要栽赃美国啊，何清莲啊，我都忘了啊。战友郭，北京姑娘桑子。所以亲爱的兄弟，你回头看这两年所有的全人类上，在大是大非共产党的问题上，还有我们反共的问题上，还有这所谓的海外民运上啊，最近听说那民运推特闹得可热闹的，在去拉斯维加斯路上有一个所谓的一个64的一个标志，结果是64是利用泡沫做的，连不锈钢都用不起。哎呀，这帮王八蛋简直是可耻到了极点。酒庄也来了。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我们现在要看到的事情，美国已经开始了全面灭共的一个新时代。头两天文贵说全球进入了自动灭共的新时代，现在到了一个你不灭共你就没有未来的新时代。共产党现在是过街老鼠，我们现在爆料革命反共者都成了过街的老虎，都将仰视我们。我们每个人要做的事情，过去两年你想想啊，还有旧庄的姐妹儿，当时这个跟着那所谓的算命先生和风水大师走了，你的姐妹啊，旧庄啊，都在哪儿呢？旧庄坚持到现在，他将用历史和时间来证明他是多么的正确啊。这就是我要给战友说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要有任何投机心理，反共事业绝对不是生意，反共它是一个必须无我，必须不能有后路，不能有手无两端，
左顾右盼，郭文贵的人生从不给自己留后路，留后路的事情一定会输，就是不留后路你才能成功。现在美国能回到两年前吗？川普总统今天还能回到前面说，哎呀，习主席始终还是我朋友。习主席就是明天把国门打开，让川普总统你想干啥就干啥，也不可能了。我告诉过大家，我在群里跟大家都说过，一定记住，川普总统是100%反共的天使啊，一定要记住，班农的影响力和班农的思想一定是帮助我们灭掉中共的核心基础啊。现在我可以今天负责任的说，美国和欧洲的某些军事机构正在研究一系列的措施，在台湾和香港、东海、南海、香港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啊。还有我再告诉大家，江财神你看看厉害吧，最近讲的是陆江潭简直太牛了，我真以你们为傲，就有这样的兄弟姐妹我才不那么孤独，没那么累，你让我成天喊呢，我得累死我，现在有他俩喊了，我有点时间去开会去啊。讲得非常好，整个中美现在看到人民币7.1 7.01 7.02 7.13 7.14，人民币港币现在是现在是拉肚子，马上到拉痢疾的感觉了，马上到拉痢疾的感觉了，拉稀了，能撑得住吗？你能撑得住吗？然后现在中共啊，又愚蠢的、傲慢的、无知的，给美国加了750亿关税，上天让他亡，必让他变猖狂。然后现在川普总统跟习主席也不当哥们了。这个说川普不是我朋友，对川普总统要面子的人，打脸呐，一个字儿值多少钱呢？对中国人来讲，这是革命上的每一个字儿都是一个啊巨大的导弹，啊叫灭共号啊，灭共号导弹，嘣嘣嘣嘣嘣，啊这个嘣就是炸掉中南坑。啊，头两天王岐山到处游说，这王岐山真聪明啊。这个反腐运动啊，当时的口号和方向啊，以及抓什么人、怎么抓和怎么判，那都是啊咱们大脑袋啊、大毛、大领导一人签字说了算。我从未签过一个字抓任何人，在这个审判过程当中，我从未对任何人审判有过任何建议，中纪委不参与，移交司法机构以后，我们不再管、不再问。然后给所有的太子党说，抓那个谁谁谁，你知道吗？我在哪儿了？你记得吗？你知道我在哪儿了吧？我根本就不在北京，我都不知道，直接往海里报告，领导批的，有的领导是半夜里批的。王岐山知道了，大势已去了，大势已去呀。首先他怕的是这些100万被他们抓的啊，被他抓的这些人，这600万个家庭把他给吃了。但是王岐山，你能糊弄得过去吗？你给班农原话说，见班农的时候3-4个小时，说听说你们报道反腐运动，我抓了10万人，错，我抓了100万。那是你自己说的，是你抓的，你给外国人说是你抓的，给中共的党内人说不是你抓的，啊，你的意思就是习让你抓的，不管你俩谁抓，都是共产党抓的，共产党都得灭。啊，就是灭共产党，对吧？你能糊弄过去吗？然后就开始说香港的事情啊，香港的事情我不管，以韩正同志信息为准，都是韩正决定的。韩正、孟建柱、易资在里边工作着吧？啊，也都是韩正同志啊，这个张晓明同志啊，这个孙立军同志啊，然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决定的，跟我没关系，我不掺和，啊。然后呢说人把我列为第8号常委，瞎他妈说，丫挺的造谣，我啥时候第8号常委了？我就是一尾巴，就一托啊啊，千万别叫我第8号常委，我是连秘密文件我都不能看啊。王岐山呢，王岐山 Bill Gates， 王岐山这个脑损王岐山的战友，战友郭啊，大胜韩正背了血债。现在香港人现在骂韩正的人一塌糊涂啊，
一塌糊涂。这个林郑月娥，我说什么？我说过林郑月娥，还有什么在台湾选举的郭台铭，我给大家说过，郭台铭啊，身体会越来越不健康，事业会越来越没有，会灾难，政治生涯根本没有。只要你跟共产党合作，林郑月娥，我从第一天就说，林郑月娥、郑若骅、李家超、卢伟冲，你会死得非常惨。我从昨天到现在我就等着啊，某人给我发信息说罪证人自裁马上要开始，我等现在没发出来呢，我说等着呢。然后呢，这个我也知道说人家得到了中共要加税，说中共只要加税，川普总统就会发脾气，虎啸东方。啊，川普总统就会把习列为自己敌人啊！我也等着呢。现在看来习先说了，你不是我朋友，先出手了啊。所以说这几天你知道我着急呀、啊，我看着摄像机，我说早乐必早衰，早悲必早哀，我不能早说呀，我得搂住啊，啊，我不能像陆德先生和江才生、陆江谈，什么都可以谈，宇宙也可以谈，月亮也可以谈。俩大帅哥什么谈都行，我这不敢呢。就这人也说郭文贵，这是不是郭文贵下边有个妹妹叫郭文慧啊，外号叫萨拉，叫郭大白货啊，郭大白货啊，啊，这个郭大忽悠。然后后面有几个团队叫战友之声啊，叫郭大忽悠团队啊，后面还有几个叫做梦之响啊，做梦的陆江团队，还有什么大卫小哥、细思小哥、卡利西啊，一系列的。啊，这些人还有个澳洲新生啊，叫郭大忽悠团队，咱们都是瞎忽悠的。我现在我说我就是梦，郭文贵的梦啊，我在做梦，咱们就是梦啊。现在大家想想啊，中国梦现在这个词儿，现在还有人说吗？啊，中国梦在哪儿啊？现在真成噩梦了。现在是到香港做梦，刚梦到香港，现在就是叫整个全世界叫大梦初醒了。刚想梦到世界去，结果一梦到香港就大梦初醒，全世界觉得哇塞，你他妈这给全世界做噩梦啊！所以说现在郭大白话啊，现在摧毁了中共的啊，叫做中国梦，到香港的梦的第一环节就完了，就把秋英小百合啊，郭大白话啊，想念正事小哥方老先生，哎，这方老我是真想，最近我想杀人。啊，说心里话啊，偶尔想想，大家看见了，想我们的豆豆啊，想豆豆，豆豆的音乐还有视频，一看太厉害。结果我向一个香港的同事啊推荐豆豆视频的时候，他会粤语啊，一打开豆豆视频没了。你看过来多怕豆豆啊，所以想豆豆是对的。第二想方老啊，这方老这个讲的现在越来越灵活。原来我都觉得方老是不是讲大发了，讲忽悠过了呀？现在发现方老有神奇啊，厉害！陆德先生真挖了不少这个能人，还有萨拉啊，萨拉是这个最重要的啊。那么第三个大家知道啊，我想正式小哥，正式小哥豆豆私奔了啊，正式小哥现在听说帅哥的脸上也长了一大把胡子啊，现在也是抑郁啊，现在已经是衰老啊，也不出面，想这仨人嗯。但是就是这仨人啊，包括我们曾经出现的亨利小哥啊、约翰小哥啊，这都了不得，都了不得。但是多少人啊，多少人，我不能说多少战友现在是被威胁、被害怕啊。所以说绿色草根啊，所以说这个战友们啊，经过我们的爆料革命，对中国人的素质，对中国人的文化教养，对中国的知识界，所谓民主界、民运界啊，都是一个重大的一次啊验证啊验证。这个验证非常好，哎，这个比原来好。说你后边的灯不好，就装。我觉得这个比刚才好。不是，我刚调了点色，挺好。现在是吧？就是你弄得我那么帅都不好意思了啊！年轻了十几岁呀、啊。Rocko 法案啥时候呢？文攀说一下Rocko法案。这Rocko法案你得看陆德先生，就是陆德先生最早把我说的Rocko法案、Rocko法案给弄出来的啊。Rocko法案是美国下部要用的，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大家想发财，你一生当中，我告诉你们所有人，你能从零变成千亿富翁、百亿富翁的，只有一个机会。
跟美国 RACO 法案，还有在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起诉未来的国有企业，还有盗国贼家的财富，还有这所谓的在中共在海外上市公司，你会赚天大的钱，啊！我这点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敢行动了，你们赚的钱超出你想象。简单就是现在想办法先买上1000美金或10000美金的这些有问题的海外国有股，还有盗国贼的财富股，然后联合起来集体诉讼，一定会赢大的。我现在给大家先说一个，这因为我签了保密协议的，美国有几个部门联合组成了一个小组，这告了一个中国航空领域的一个案子啊，在达拉斯已经赢了7000万美元啊。这个案子现在在最高法院在上诉当中，这个一完了，美国案例法会在全世界通行，就谁在海外联合起来告这些国有企业，你都可能赢得7000万甚至到10亿美元啊。大家记住啊，这100万亿美元共产党弄出来的钱啊，这过去这些年千万不能让他给吞了，给转移了，谁出来谁去弄都有机会得到啊，这是大钱。现在我强烈的建议啊，战友之声啊，陆江潭啊，我们的大卫小哥，我们的澳大利亚团队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卡利西懂金融的啊，包括我们现在一系列的战友啊，我们美东之声啊，我们的纽约顶锅呀，是不是啊？这一系列的人，你们都可以啊，赶快采取措施，很少的钱就能撬动你可能一辈子的万亿梦、千亿梦、百亿梦。大圣，我就灭共发财的事儿就算了，我笨啊，这怎么还有跟文贵一样的啊？文革啊，9988，郭先生太不容易，今天很帅，爱你，爱你，爱你啊！9988，爱你，虎啸东方。所以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这些人今天所有干的事情，当看到香港钟先生和这位女士出来，你在对照文贵过去两年说过的话，啊。还有我当时第一个说香港有执法黑屋，这个当时的是 BBC 还有路透社在香港采访我，太王八蛋了，采访我4次没有一次登出来的，这帮真的是烂到家了啊，烂到家了，采访我没有一次登出，包括 FT 我说香港有黑屋，当时我在伦敦是2017年2月底和3月份，采访我几个小时，这帮孙子就没有一个登出来的。所以说你们要相信什么大媒体，这个世界上第一件事灭共，第二件事就灭这些良无良媒体，这就是今天互联网时代和今天社交媒体时代最伟大的力量。我从第一天报道就说共产党他不知道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他还想再活着几乎不可能，他那招完全是他们胡扯的。华人自由灯塔做得好啊，就做得非常好啊，全力支持华人自由灯塔啊，啊，战友战个文艺啊。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媒体，我过去采访的就是这些大媒体采访我大概有几十次，后来都采访完没了，包括法国突然采访王健的来了，弄了我一整天，采访完也没动静了，都被蓝金华了，或者说就拿着这些钱给共产党去勾兑去了啊。所以这些对我们另外一个好处，就让西方看到共产党的蓝金黄和对媒体的控制。你看看昨天罗比奥讲话了没有，把共产党这一整套东西在香港所有得到了验证，然后要呼吁全世界对他怎么做啊。郭文贵啊，战友说说怎么买股票，买股票你是找死呢，别买股票啊，你灭了 Twitter， 现在买香港恒生指数你会赚大钱，可能啊，别听我的啊，房间不负责任啊。我们郭文贵啊，听听这喜马拉雅郭文贵战术爆料，第一个信心就来自他是互联网的时代，他是社交媒体的时代啊。我看到了传统媒体所谓中立媒体这些无良媒体啊，这些妈咪们啊，妈咪媒体，所有的大媒体都是妈咪媒体啊，所谓的新闻报道中立都是王八蛋的话，我看到了他们的欺骗，我看到他们走向灭亡的这种绝对性，和共产党与他们勾兑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以及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它的无尽的力量啊，我决定啊提前爆料提前灭共啊。冠军刘成杰听说最近要有新闻出来啊，听说中共官方要给回应，官方要给回应啊。
有意思了啊，王岐山要出手了。想想当年冠军刘成杰、孙瑶那个假视频，想想当年海外民运一致砸锅，想想当时把我定为强奸犯郭三淼、郭三邪，想想媒体把我说成是双面间谍，想想郭文贵这两年所有说过的话，想想这些媒体把定为郭强奸、郭文贵所有的报道，啊，大家去想想有多么的荒诞，啊，想想共产党在这些年干的这些无知啊、无德、无法律底线的这些流氓行为，啊，开始考虑灭共重建了，这跟我没关系了，我现在就有点不最不好的事情。就现在老想着我的喜马拉雅农场的事儿啊，天天想着这块怎么弄个鱼塘啊，那弄个什么一个大亭子餐桌啊，再弄么一个这个大石桌呀，啊，怎么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像啊，然后是怎么多盖几个像蒙古包似的战友们的欢聚的房子，战友来了以后怎么保证医疗啊、吃饭呢、啊？然后用咱们东北的那个大圆桌子，中间放个锅，然后得炖大锅菜呀、啊，啊，炖几只牛、炖几只猪啊，是吧？然后呢，再想想怎么在什么一起共同的，咱们能做一些腊肉啊，啊，腊猪肉、腊牛肉啊，怎么能在这块儿再既享受生活，还都别吃成胖子，别吃成三高啊，是吧？别变成共产党了，是吧？每天我就想这事儿，现在一想这事儿吧，就坏了，就战斗力就有点儿，所以我现在提给每天念经前告诉我自己。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不要骄傲，早乐必早衰啊，早悲必早哀啊，所以说每天提醒自己啊，臭豆腐战友见心啊，所以说我现在还得戒骄戒躁，现在呢一堆的啊，美国和欧洲的机构让我这个去什么讲话去呀、啊，那个要采访我一概拒绝啊。太浪费时间了，现在能看到就是中国在海外的一些所谓的大咖们没几个高人啊，这些人嘛一听说什么大媒体要采访，哎呦我的妈，都兴奋的都不行了，高潮了，精神高潮了，自摸的这情况了啊。我一再告诉所有的朋友们，灭共绝对不能靠口活啊，这口活救不了灭不了共，还得靠什么，靠脚和手，口活不行，得靠脚活和手活。咱看了三十年了，咱们中国内部也好，共产党也好，所谓美国也好，全世界也好，对共产党的不满都是口活。再一个，大家享受最多就是口活，出出镜，大电视台、大报纸上能咋的呀？谁记得你呀？能啥了不起的？那个爱因斯丁被监狱啊自杀的事儿。咋的，他过去有多牛啊，你了解了这个人多有天才，多了不得，多么的火，全人类的能人没有跟他不是朋友的，咋的了，又能咋的，我们就一个目标，无我灭共啊。你说现在一堆的媒体，原来过去采访给我面子，现在是啥，现在要给我钱啊，要给我采访，对不起我不去。啊，上星期半农先生特认真严肃的跟我谈，他要发动几个大的这个美国的演讲，然后让我出面，让我振臂一呼啊，要替香港人说话。我对不起，你说啥都行，我不去。一，我英文能力也达不到啊。他说这不是问题，我说没。第二，我说我最讨厌这样，我为了什么呀？他们能做什么呀？头两天这个我知道在达拉斯啊，九月份有一个大的一个上街一个运动正在组织中，让我去做第一演讲，对不起我不去啊。但是呢下两周会在华盛顿有一些私讲啊，包括啊国会的某些人的演讲我会参加，但是前提是我要求绝对不能有录像，绝对不能公开，我可以去。所以过接下来两到三周我将有几个私人的演讲到美国的西部啊，去演讲美国的西部，啊，就是那些神秘的大佬们待的地方啊，去演讲，啊，非常非常棒啊，已经安排好了。然后中部有几个地方演讲，然后到美国华盛顿有几个演讲，但是我要求绝对不能录像。我要演讲的事情都涉及到了很多啊，很多个人的事情，很多私人的事情啊，
包括共产党的内部更加核心的机密。我再次告诉大家，千万记住，这场灭共当中，你如果你做好了牺牲自己而完全没有任何欲望的话，你一定会是赢家。任何想什么这个灭了共了你有多少钱呢，被立多少碑呀，立多少名啊，只要有人讨论这个你就灭了，你就完蛋了，你就输了啊。这就是基本的常识，不需有任何欲望和名利之心啊。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灭共不能靠口胡，还得行动。接下来白宫那个一定要他过啊，咱们那么多高人让他过。现在共产党在大量的操作，我们超过百万不止了啊，肯定的，就是要钓鱼暴露他们共产党的恐惧啊，然后呢在白宫他们的这个黑客还有他们的手段，让美国发起对他的制裁。第二，真正的过以后，他本来都不重要的东西我们要把它变成重要，这就是郭文贵最崇拜的擦枯木能成林啊，我们要把它变成有用的啊。法治基金就是建国基金，一定会是的啊，这是肯定的，法治基金一定会建国基金，一定会的啊。对了，我今天答应的去念这个法治基金的留言我忘了，这是赶快回去，这木兰也没出面，不会睡觉呢，非叨叨嘞，非叨叨嘞啊。所以说早就超过百万了，这个大家抓紧去啊，要把那要过，接下来就会对香港的马上有制裁啊，对卢伟聪那个。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千万千万记住啊，千万千万记住啊，我们的一切都要靠行动啊，一切都是刚开始。现在为14亿中国人民，香港同胞、台湾同胞、新疆同胞和西藏同胞，为他们祈福。阿弥陀佛，战友们，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一会儿还要出去开会，还要见人啊。过去未来的几天都会在这个活动当中啊，都会见人，啊，舅庄，你先别关了，咱俩关一下灯试试，你把后边一整关一下。我觉得要关一下这个灯，你把那个外面那个天窗给关上，舅庄，我看一下什么。好的。看看这是什么感觉？对，会不会背景上？那个背景灯是需要的。在这儿我知道，咱先关了看看试试啊。对。什么情况？这个颜色再偏红一点点就对了。我里面显示的颜色，那个颜色不准。这不准是吧？对。你给我准备那个饭盒，那个什么那个，他那个就特别好。不过今天的颜色挺好的。是吧？是的。但是我没发现战友说好啊。啊？我没发现战友说好啊。我给你开玩笑呢。快说个好啊！你看，很好。啊，你已经 pass 吧，这个奋战的决定。这个灯不开的话，跟背景就有一些贴。你看，我现在想要的就是这里看到的节效果，知道了吗？你看到没有？我要看就是那个背景有虚幻的，然后看脸部有那个镂空感。这个背景是白墙，虚幻的也感觉不出来。对啊，但是你现在你放这个以后，哎。这个就没有这个旁边。对，你再放上，我看看啥不一样。我需要调。啊，好像是好点啊。
但是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白墙这个是我特别喜欢这种背景，你知道吗？我们不需要背后有太多东西。现在你花现在路德先生花了几十万美元在后边弄了个电视墙，然后呢班农先生就喜欢啊，那个背后有白宫啊，什么有这个公园啊那种感觉。然后路德先生喜欢后面花里胡哨跟花大姐似的啊。啊，我觉得我们亚洲人的文化里边有个最不好的，啥都是搞得太多啊，花俏。这是就太多，人家美国人来了一个乔布斯设计手机，就是少，少就是多，少就是高啊。中国的文化里边就是多就是好，应该是变成少就是好啊。打灯更好，战神战报，战神战报厉害得很啊。对啊，这个背景上你不打的话，就跟墙就在一起了，就没有分开了。这个喜欢我的长衫，我的天哪，我这长衫太多了。我那天我一掀开柜子，这都是我的长衫，好多都没穿过啊，83000多了，战友啊，咱有高人啊。灯光挺好 ，Sara 说灯光挺好 ，Sara 反正你看你七哥啥时候都好啊。这是给蛋和老师照的，蛋和老师不在我们常委群里边，因为他发言太多，结果群里都有意见，就把蛋和老师给弄出去了。但是我们保持着热线联系啊。大忽悠团队，咱把共产党想骂咱的话，咱自己都骂了啊，让他再骂出都不新鲜。你说我们是狗屎，我们是狗屎的屎。你说我们是胡说八道，我们是胡说九道，不就完了吗？对吧？你共产党说我们啥？是不是我们强奸犯？我们是强奸犯啊！你是不是过三秒？我们是过0.3秒，不就完了吗？睡梦中梦到几个就起来看直播，梦见我了，天哪！但愿不是噩梦啊！但愿不是噩梦啊！元亨利贞啊！很久没有念袁恒丽珍，袁恒丽珍，我这不念到你名字了吗？袁恒丽珍啊，袁恒丽珍。北京姑娘聊天室问候郭先生，谢谢谢谢谢谢。背景，你看都是背景太亮吧？你看战友们说了吧？刚才我是看起来做效果，本来我是没开的。哦。我是看起来看看效果。想试七哥蒸的馒头，那一定的。真正的蒸馒头是大家蒸啊，就那用几千斤面粉，然后用大锤子夯完以后再拿杠子杠完以后大家蒸那个大笼啊，大家抬上去，然后蒸着杠子馍，大家坐那儿吃，炖上一锅肉啊，炖上一只牛，炖上十只猪啊，然后大家掀开锅，全是杠子馍，哎呀。这是大家到时候就吃吧，那啥感觉好啊。喜马拉雅啊，这个喜马拉雅，我现在要买的喜马拉雅那块地啊正在谈当中，最近的价格啊，我在等美国经济下滑买的更便宜点儿啊。胡辣汤啊，就装弄杯劳斯莱斯了。小可乐好了，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就装，咱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了，好不好？好。啊，母该啥哎，母该啥哎。谢谢了，亲爱的。中中中中中中中。